老师。加分五元。先呢是把钱投进去嘛，入れてください。选饮料怎么说？选叫做選びます。選びます，它的原型叫做選ぶ。我咧讲一个概念嘛，对吧？哦，你去思考啦，啊，你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你即马走，林浩明找袂上啊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回去，我目前看到你回去。好啦，免了，隔壁请啦，等伊啦。我又没有怎样。我可以等你，等伊。卖因外情绪。等伊。你今天到底做错什么啊？点点啦。彪，不要再笑了，在笑什么东西啦？先着搞你啊，着夸风呀，规工，你伫底下现主持规工诶，对无啊？现主持五马花三百人跑，你抢钱抢枪啊？不能再笑了，全部刷哈哈，十秒不要停。所以站在那个自动贩卖机前面想要喝饮料的时候，首先呢我们是先把钱放进去嘛，所以把钱放进去这个动作要怎么说呢？对，まずお金を入れてください。好，首先呢是把钱投进去嘛，入れてください。选饮料怎么说？选叫做選びます。選びます，它的原型叫做選ぶ，那它变成黑谷大赛的时候要怎么说呢？请选择喜欢的饮料。選んでください，因为它的原型叫做選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